您要是愿意帮忙，我肯定是愿意。6000多萝卜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你打算怎么借我？据我所知啊，您未来呢有5年的海外战略部署，对吧？那我们羽翼愿意提供免费的翻译机服务，您看怎么样？听起来这笔买卖很诱人呐。谢谢海清姐。我明天上午跟合伙人商榷一下，重定价。行吧。好。 那我等您回复好吗？好。哎，再见。泡菜大亨祝海琼。啊。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当然啊。你想想啊，第一，森美的白萝卜品质很好，注释呢又是做泡菜起家的，这两者正好一拍即合。第二呢，他们未来要开拓海外市场。 那如果有羽翼的帮助，那必定是如虎添翼。第三，注释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炒一波热心的人设，对未来的销路也很有帮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肖总，你适合去做公关。别担心了啊。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这些人会分到什么部门啊？天哪，千万不要让林夕来我们部门。你想什么呢？堂堂总监能来做普通议员，林夕那么心高气傲，肯定辞职走人。对了，哎，林总监出来了，林总监。 林总监，不知道贵公司对您的行为会做出什么处罚，后续又打算做什么赔偿呢？据我所知，圈内对你们意见颇深，你们这次失误是您一时大意，还是因为你们基本功不够扎实呢？您再简单的解释几句吧，说几句吧。林总监，我是科技新势力的主编，国际农贸会组织发文宣布将不再与华生合作，这件事情在外网已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对此有什么看法？你就没有丝毫的愧疚吗？一切以华生官宣为准，我个人不方便回答，谢谢。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。请你帮忙，我们真的已经等很久了。林，简单说两句。各位客人对你公司的影响还好吗？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华生翻译，这次舆论风波的当事人林夕此刻就站在我身后，面对媒体的采访，他始终不左右而言他，圈中没有一位议员为他发声，可见对于这件事情，你简单说两句。我们真的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肖总，这可是林总吗？接过一下，我们怎么来了？来这里呢，肖总。等我林叔。 接过一下，不要跟上。要不？ 给你买票，出去玩几天。逃避不说的风格。行。其实你不用特意来陪我的，你有事就去忙你的。陪你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 饿了吧？吃点什么？火锅、日料还是韩餐？没胃口。我饿了，就当陪我去吃。 你先休息会儿啊，一会儿到了叫。
阿婆，哎，要一个糖山楂，带两个糖衣的。哦，好。5块钱是吧？是。这一层比较好，这就是2层糖衣的。谢谢阿婆。走吧。来吧，第一口最甜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久没吃了。我记得你们俩那天晚上，小姑娘好像还喝醉了。阿婆记性真好。阿婆送的。嗯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老客户来，阿婆都会送的。谢谢阿婆。谢谢阿婆。不谢不谢。第一个给你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40磅。干嘛？又想推荐我去新加坡那边？工作这么累，我养你啊。经典台词不能乱用的。林小姐，那你愿不愿意给机会啊？肖总，你这是在求婚吗？在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我户口本可在车上呢。哎，肖总，你这是趁着我四面楚歌的时候求婚，算盘打得有点响啊。我认真的。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翻译的工作好辛苦啊。但是转头想想，干什么不辛苦呢？做糖葫芦也很辛苦啊。但你做得很好啊。嗯，有一天我要是不当议员了，就开一家糖葫芦店，也不错。阿婆。哎。你们店转让吗？啊？没有，阿婆转让，跟我说一声啊！什么啊？神经！堂堂肖总去跟人家抢糖葫芦店，不怕笑掉大牙呀？被人家笑就笑呗，我又不怕。做的还是很好的，再接再厉哦。林总监这么受欢迎，我敢表现不好吗？这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嗯，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林总监那么受欢迎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嗯，我想到了，走。啊？不是想到什么呀？小心石头。